港媒16日爆出许志安与黄欣颖与车内的一段亲密视频，制片人向该港媒爆料，是黄欣颖透过许志安身边一位工作人员认识他。欣颖好会做，见到安仔就好像小贩子，安仔对他印象都好好。没多久，欣颖就去安仔同一间健身室做运动。前年安仔在澳门举行演唱会，欣颖更专程过大海捧场，之后还在社交网站晒合照及上传安仔的表演片段。对于黄欣颖频频主动出击送上门，安仔终于失手，两人密交近两年。港媒还爆料，跟许志安很亲近的老友早已发现两人眉来眼去，而安仔亦相当小心，有其他人在场一定跟欣颖保持距离。爆料称，许志安与黄欣颖都各有另一半，但二次见面次数都颇密。自2019年开始，除了二月份农历年，加上欣颖要为《法证先锋四》展开沟没见外，他和安仔每个月都会见面，甚至1月1日元旦、1月23日欣颖生日，安仔也陪在身边，3月、4月都有约会。